武侠嘅一众演员继续喺康城为电影做宣传，而喺戏中饰演两子之母嘅汤唯就话，因为未做过妈咪嘅角色，所以都有向甄子丹请教噶。而睇完首映之后，汤唯就即刻好挂住片中嘅仔仔啦，但系佢哋唔喺身边，咁点咧？打俾佢哋啦。汤唯妈妈咁叫我，然之后在干嘛？他说我好想，我也很想你呀、啊。佢就系咁样讲嘢嘛。有效。然之后我化妆师，唔理啦，喊啦喊啦喊啦，喊完再讲啊。会唔会同佢 keep 住联络，同埋上契啊？谂住真系。好想，我好想，我好想将佢抢过嚟嘅，直头帮佢阿妈定唔得嘅咁。既然咁中意小朋友，不如嗱嗱声自己生翻个啦。哦，边个女人都想喎、啊。